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嚟到玩乐 TV 嘅 YouTube channel， 我系 Wilson。咁今日咧一大早工都唔开咧，就上深圳就参加咩咧？睇下猫字先啦。2023年世界无人机大会啊，就 UAV 嘅展览啦，世界无人机、哦。咁啊，協辦嘅單位咧就係、是、呢個中國香港啦，無人機運動總會啦，簡稱 HKDSA 啦。咁啊，有老友就幫手做嘅呢單嘢，咁就叫埋我去望望，咁啊拍啲片俾大家睇啦。大家未必有時間上去參觀噶嘛，咁我就上去拍片俾大家睇啦。咁而家就坐緊東鐵啦，咁一陣間過關就唔拍得啦，咁就去到深圳就再接力啦。轉頭見。就過到深圳啦，上咗呢個深圳鐵路啦，就過緊去會展站嗰度。OK， 咁啊，我諗上站先再拍啦，好嘛？咁啊，地鐵又冇乜特別嘢啊，深圳係咪都係咁啊 ？OK， 好，轉頭見。本來我坐喺度拍嘅，而家變咗企喺度拍啦，因為咧有個大媽咧一衝埋嚟就攞個屎忽炒埋我個膊頭度，係攞個屎忽炒埋膊頭度，咁啊唯有俾佢坐啦嚇，怕曬佢啦 ，OK。大型无人机，哇！呢啲好大只啊，真系。感謝你收睇玩樂 TV 嘅影片，繼續睇片之前要講你知一件好重要嘅事，訂閱玩樂 TV 嘅頻道係完全免費，唔使錢㗎，訂閱咗你就唔會錯過任何精彩內容啦。咁點樣訂閱呢？影片下面有個紅色嘅訂閱按鈕，要記得點擊一下，記得開埋旁邊個小鈴鐺，以後有新片上傳後，你都會收到通知。希望你將玩樂 TV 嘅影片分享俾朋友同埋家人。
俾更多人认识玩乐 TV 嘅频道。如果你喜欢呢条影片，记得俾我哋一个赞。记得在下面留言讲俾玩乐 TV 听你对条片嘅睇法，咁样可以令玩乐 TV 嘅节目品质及内容不断改进。再一次感谢你的支持，我哋继续睇片啦。我怕他会，我们就看那个画面。
感謝你收睇玩樂 TV 嘅影片。繼續睇片之前要講你知一件好重要嘅事。訂閱玩樂 TV 嘅頻道係完全免費，唔使錢㗎。訂閱咗你就唔會錯過任何精彩內容啦。咁點樣訂閱呢？影片下面有個紅色嘅訂閱按鈕，要記得點擊一下。記得開埋旁邊個小鈴鐺，以後有新片上傳後，你都會收到通知。希望你将玩乐 TV 的影片分享给朋友和家人，给更多人认识玩乐 TV 的频道。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，记得给我们一个赞。
记得在下面留言讲俾玩乐 TV 听你对条片嘅睇法，咁样可以令玩乐 TV 嘅节目品质及内容不断改进。再一次感谢你的支持，我哋继续睇片啦。呢啲系咧长飞嗰啲系统，搭住嗰个 external power 去飞。本来电池嗰个位置咧就孭咗个 module 之后咧，就掹一条线出嚟。呢条线咧就搭咗落呢个 unit 度。呢个系咩东东我都唔知道。喂，又见翻我啦，就第一个展馆咧，应该差唔多行晒啦。咁就而家就剩翻咧，侧跟嗰啲好细嗰啲摊位啦。咁就都系嗰啲做 survey 啊，做劇操啊，比较少做structure 嗰啲嘢。农业机就多嘅，呢、這个冠军士机都多嘅，另外就好多巨型尿袋啊，咁最有趣嘅咧咩？见到啲咩咧？就系咧，都原来都有几间厂咧，有一啲咧叫做长期飞行嘅我哋叫做即系其实简单，大家容易明啲啦，就系话搭住条线，部机可以挂喺个空中挂两个钟嘅、四个钟嘅咁嘅一啲咁嘅 device。出嚟啊！咁其实都有两三间厂做紧。咁你话实际应用有冇用？都有嘅，有一啲行业可能真系有用嘅。OK， 咁就我就尽快行埋呢条巷啦。咁就系无人机球啊嗰啲嘢啊，无人机球啊嗰啲嘢。OK， 咁有一啲摊位咧都吉吉地嘅。喂，呢度见到只 UFO 喎、啊，佢系 UFO 啊，其实唔系 UFO 嚟嘅，佢就 UFO 样，同埋咧，其实大疆咧呢间公司咧，对于成个无人机行业咧，都真系几大帮助，因为咧，DJI 个平台咧，譬如你商业用嘅机啊，或者消闲娱乐用嘅机啊，佢好多厂咧都做一啲 module 咧装上去。就再加强呢个 DJI 机嘅呢个功能咯，咁都系好事嚟嘅。咁当然啦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厂啦，就去做啦。哇，出面好大雨啊！原来我入咗嚟做展览，我都唔知出面原来好大雨。睇下后面，哇，落狗屎啊，真系好大雨。OK， 咁我就睇埋呢条直行咧，应该都差唔多啦。咁我去睇一个馆啦。OK， 好，咁咪唞一唞先啊。
好话咁快咧就嚟咗八号馆啦，应该系八号馆啦，冇记错。咁又影埋下一 part 啦，再睇埋呢个小型无人机比赛嗰啲啦。OK， 又再转镜头啦。呢边见到就系啲细公司多啲咯，可能有啲航模嘅嘢啊，有啲系穿越机嘅嘢啊。诶，呢边就同头先。撞鬼把两架咁大架喺度咧，喂，究竟系模型定系真噶？无人机嚟噶，唔知道。咁但系真系超大只嘅呢啲。开咗一次，超大只。呢只就系 foldable 嘅，接得埋嘅。而家都系接起咗啦，只嘢系即系好似道具咁咯。嗱，依家就 fix 嘅，接唔到嘅，系咪？你影人前边唔掂咧，影埋个后边咧，接得埋嘅超巨型无人机，定翼机。好啦，阿 Sky 哥哥最中意嘅嘢啊，无人机足球啊，就喺度飞飞飞紧啦，应该都见到阿 Sky 嘅今日。好啦，咁另外啦，呢边咧就系啲重头戏啦，呢度睇嗰啲无人机比赛啦。
南韓機比賽前面啦，係咪？Robo Master 大戰，即刻就Q 啦，好多架喺度叉緊條。无人潜艇、无人船、无人机、无人车，无人机的试验，培养后继的人才，所以我们决定为他们授予优秀教练员。对对对，还有他一点这里高，这里高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哔哔哔哔哔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哇，收你的咯，你几好牌啊，好啦，就由呢度飞过去啦，第一个位，好啊，我哋有掟过呢条旗，再掟落呢条旗，啊，再掟呢条旗，哦，唔系，掟出边有，好，系啊，咁就捐落去，跟住掟上嚟呢度，嗱，咁我跳唔过啦吓，不过呢度，哦，上边就下低出。哦，跟住呢个窿，跟住前面呢个窿，跟住掟过去，跟住地下铁线线，好。又要经过呢个窿喎。哇，咁呢条楼原系转咗一个圈噶啦。地板好细。哦 ，OK， 争啲位嘅。OK， 捐龙门，即系捐三个啦，发发发啦。啊。系。系。好好過啲咁哦，咁樣轉，哦 ，OK， 好咁樣轉，哦，咁就衝線啦。誒唔係喎，仲要飛過嚟喎，點樣幫我呢度？係係，哦 ，OK OK， 過呢兩個圈，跟住就前邊藍色嘅掟埋入去。就冲线啦！讲啊，轻松啊，飞嗰阵时啊，手腾脚震啊！我哋访问Sky 老师先啦。喂，今日咁多人过嚟呢度啊？系，冇错，因为我哋今日咧系参加一个粤港澳嘅无人机比赛嘅。咁我哋而家见到前面咧就系我哋今次嘅比赛场地啦。多谢今日大会咧。去筹办呢一个活动嘅，多谢你啊！多谢你嘅对呢个无人机嘅付出啊！系大家咁话，无人机比赛嘅工作人员 ，Hi Andy， 系 HKBSA 咧就举办咗一个粤港澳台湾区无人机嘅提名啊！冇错冇错。今日你嚟做啲咩噶？喂，多谢 Wilson 先啦。咁啊，呢个系一个历史创举啊！第一次咧有
大灣區裏面有一個香港比賽落户喺廣東省去做，咁變咗其實我諗係史無前例啊！亦都係咁多運動裏面咧，只有無人機先發生呢件事。咁啊，有賴啲香港飛手嘅支持啦，同一時間亦都有好多香港朋友一齊嚟睇呢件事啦、廠商啦，咁我哋就能夠發生呢件事啦，就係咁啦。喂 ，thank you Andy。好 Chris 嚟啊！订阅同埋睇埋其他片啦，拜拜。